大家好，我又来了，我是 Jessica。 我今天要在运动前介绍这个玩意儿，就是 TK 一个在网络上品牌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杏仁酸，这是 10% 的，我已经用完一瓶了，因为太好用了，所以我刚好在他买一送一的时候再入手两罐，所以我现在要来开一个新的那一罐来跟大家介绍。它有卖 10% 跟 20% 的杏仁酸。好了，它长这样，是玻璃瓶的，上面是滴管的，然后把它打开，长这样的，有没有？里面就是它的液体，挤出来透明的，然后往脸上抹。如果你没有很习惯杏仁酸刚使用的话，最好先买个 10%， 然后用习惯之后再换 20%。 还有吸油，然后控油，还有那个油水平衡，并且它还有焕肤的功能。而且我是敏感肌，我用完的感觉，然后抹完之后等个5分钟，然后再用保湿品保湿它，这样就可以完成杏仁酸的保养了。